Hello， 大家欢迎回来我的频道。今天呢，要用新上市的 Samsung Galaxy Tab S9 Plus 旗舰平板带大家跟我工作一天。而且现在这个 Tab S9 系列也都可以用 Good Notes 了。除了 Good Notes 这个很多人都已经超级爱用的做笔记 App 以外呢，我今天也会一起介绍也有很多厉害功能的 Samsung Notes。我平常早上最常听的 podcaster 或是 YouTuber 是这个男生叫做 Ali Abidal， 然后他通常会分享他的读书心得或是提升工作效率的办法，我觉得都蛮有用的。然后他还有另外一个节目是 Deep Dive with Abidal， 就是专门访问各种不同的创业家，我超级喜欢他那个系列，就是非常适合早上听，你就会比较有动力一点。通常我刚起床的时候，我的 Slack 还有我的 Line 都会有很多的讯息是台湾的团队就是在他们下班之前传来的，所以我通常一起床的时候，我会先把就是工作讯息都过一遍，然后把可以当下回的回一回，那其他的话就是安排入今天的待办事项这样。然后在开始给大家看我一天的工作之前，先来跟大家概述一下，就是我现在的工作的内容有哪些，因为有一些可能是新的观众。首先第一个，我现在手上有三个品牌，第一个是 Orlo， 那 Orlo 就是我们最近刚进行品牌革新完，现在就是在忙很多新品啊，然后年历啊等等的，都是这个品牌，就比较偏设计品牌。那第二个呢，就是 Palette， 那它是比较偏美式街头的服饰品牌，那现在就是我跟 Danny 在一起做这样子。然后再来呢，就是我做最久的那个 Intuition 选品的品牌，那现在线上的选品比较停滞一点，我现在比较在筹备明年有比较大的企划要来，到时候再跟大家分享。那品牌的话大概就是我负责这三个，再来呢就是你们现在看到的，我觉得我已经不算兼职了，以我上片的量，我应该算是一个全职的 YouTuber 了，所以我每天其实真的时间都要排得很紧凑，这样才有办法完成很多事情。但我本身是喜欢这样的工作内容的，就是我觉得是我在做我喜欢的事情，然后我也有成就感。但是我觉得工作效率跟时间的管理跟分配其实就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今天这支影片呢，非常荣幸收到三星 Samsung 的邀请，来跟大家分享我是怎么使用他们最新的这台平板过非常有效率工作的一天。那我必须说，你们今天看到的是一个理想的一天，就是我一天可能会有做这么多事情，但是我也有可能一个礼拜有哪几天，或是你知道月经周期，就是心情不太好的时候，当然就没有办法这么有效率。那今天这个呢，是我自己如果过了像这样子的一天，这么有效率，做了这么多事情，我到一天结束之后，我是会对自己感到非常的满意的。但当然就是不要大家觉得画面里的这个就是非常有效率的女生每天都这样子，没有，很多时候我可能一天光忙一件事情我就超级爆炸。那今天呢，就是因为刚好三星的邀请，也有很多人想问我说，就是我工作的一天都要做哪些事情，今天就是一个好机会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一天就是可能会需要有忙哪些事情，然后我通常是怎么过的这样。喜欢的话可以继续看下去。 So let's say we get the Bolderman
our site for photo shoot mid October。通常发想企划的时候，我会喜欢把图跟文字集合在同一个地方，所以这是为什么我超级喜欢用 Good Notes 做这件事情。然后首先呢，工作用途的时候，我通常会挑选比较明亮、有趣、看起来有创意的类型的封面当做一个分类。然后我一般发想企划的时候，我会用点状的纸，然后用粗体字加上荧光笔先把标题写下来。然后我本人是非常喜欢用它的灰色荧光笔，不会太突兀，所以眼睛看起来会很舒服。然后荧光笔的话，可以直接开启它的画线自动拉成直线的这个功能，所以就是像我一样的手残党，你就不会怕把那个线画得很丑，就是你不管怎么画它都会帮你拉直。像这样把图片跟文字组在一起，不管你是要去跟设计师沟通或是跟厂商做沟通，这样子都会比较方便。然后如果你有画图案的需求，你也可以直接点选它上面这个画图案，这样你画出来的图案就会很自动变成就是全部都非常整齐的样子，所以真的就是手残党的福音。然后我们接下来要来找 Airbnb 搭配这个企划的拍摄，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双开荧幕，把选定的几间照片贴上来，之后再慢慢把拍摄方向的 inspo 都贴上来，你到时候实际在现场拍摄的时候，你也会更有灵感跟更有那个方向。我在发想点子的时候，你很常就一直写一直写，然后如果字又偏大的话，你就很容易无限延伸，你的页面就会不够大，所以你写到一半发现啊，你觉得字写太大或是已经写太多太满了的话，你这个时候就可以点选这个虚线，把你想要的字都框起来，然后直接移动它或调整它的大小，这样子就超级无敌方便的。然后呢，为了让整个 brainstorming 的记录可以再更生动一点，我会搭配它内建的这个贴纸素材库，里面有很多不同类型的素材的贴纸，你都可以拿出来乱玩一通，就是会让你的笔记看起来更有趣一点。Like Vogue did that one thing where it's like the end of the doll.Uh-huh. It'd be cool like to see like the three colors like somehow come together. So, like... This 台平板相对比笔电其实带出门会轻松非常多，所以有了这一台之后，我其实更喜欢就是去换个环境工作，而且其实一整天啊，像我就是都待在家里工作，长期下来会变得有点疲乏，所以其实中间如果可以外出一下，心情其实会比较好，然后在面对工作的时候也会更有效率。这台平板它可以同时使用三个多重视窗，也就是说这个视窗可以全部同时在这个平板上面打开，我觉得超级方便，而且你还可以直接调整它的大小，你就不用说一直要跳来跳去那个页面。而且我跟你们说，这个 S Pen 它写起来超级无敌丝滑，就是它很像是我很爱用的那种油性笔，那种柔柔糯糯、软软丝滑的感觉，超级好写，很真实。然后它是几乎没有延迟感的，像现在我手上的品牌，然后外加各种新品其实都越来越多，一个月我可能也会有一两次的开团，所以我都会尽量事先规划好哪一天要曝光什么的日期，这样子比较不容易忘记，以外也可以确保我不会一下子就是在我的可能 Instagram 或是 YouTube 上面分享过多的资讯。我觉得这种平衡对我这个天秤座来说真的是非常的重要。那我现在的会议时间固定就是有
台湾的周一是我们全体的周会，就是团队全体周会，然后周三的话是行销的会，然后有时候会不定期有一些员工考核啊等等的，所以我通常在任何会议前，我都会在那之前就是整理好我要在会议之间讨论的东西，这样相对也会比较有效率。那周会的部分呢，我会在那之前整理好上一周的销售状况，还有下一周的销售目标，然后以及下个月的目标，然后还有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年度到今天为止我们的目标达成率是什么，然后呢还有各部门的一些大小事的确认，这些东西如果全部先记下来整理好，比较不会有忘记的事情。这种相对你知道比较乏味的事情，你就可以打开 Good Notes 的素材贴纸，让你的周一或是各种乏味的事情不那么乏味。那刚刚开头有跟大家说，他们这个内建的 Samsung Note 我觉得也超级无敌好用。那通常我会用的时候就是在我开会的时候，因为我最喜欢它的手写辨识还有语音同步笔记的功能。因为其实开会的时候边记录，你很难去控制说自己要写的多漂亮，所以它这个即时手写辨识的功能我觉得就非常的方便，因为你手写的内容你可以立刻把它转换成文字，然后你随时写它就随时帮你输入，所以变成是说你之后在编辑文字的时候就会变得更轻松，整个笔记看起来就比较整齐，不会那么杂乱。Samsung Notes 的语音同步笔记，它只要按下这个录音键，你就马上可以在你写笔记的同时录制当下的音讯。我觉得这个对你比如说上课在做笔记也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功能，你在复习笔记的时候，你就可以同时听到你在写那个字的时候当下老师在说什么，或是开会在讨论哪些内容，你就可以快速回忆那个重点。Okay. All right. Class is in session. Starting. 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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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gonna write it. How do you spell ah? Ah. Let me see. No, let me write it. Let's see who's better. Can I put my hand on you? Mm-hmm. Next. That's newspaper. Newspaper. So you have to say all three of these. Kami.阿奇新新聞新聞 You know this one? Yeah. Okay, check it. Correct. Now you have two. 有 you have, No, now you have to write it. 新新新 Is that right? That is right. Now how do you say moon? Moon Miam U U Nian Huh?年新聞 Yeah 新聞 Wow, pretty ugly. Pretty ugly? It looks like graffiti writing, huh? 한국 Easy? I'm gonna write it. Is that right? That's pretty good. Wow, so ugly. Is it? Wow. Wow? Wow.哇 Tono Tono Donut Tono Don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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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no Yeah, they say it how weird Donut Tono Tono Donut That is so weird Tono No Donut It's a child's writing. Okay, fox. Fox. Yo. Yo. Oi. Nope. 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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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m-hmm. Kemi. Kemi. I guess yo. Yeah, I think it's yo. Yo. That's how you say fox.好，那我们今天呢，在最后，
我真的是非常的荣幸，就是这次可以有机会跟三星合作这整支影片，展示这个他们最新的平板给你们看。那我觉得整体用起来，它不管是你在日常就是看影片啊，或是就是日常拿来做一些逛街之类的，或是你要拿来工作，我觉得它整体用起来都是非常顺畅的。好，那因为它配上这个键盘，它这个真的超方便，它磁吸，然后我使用下来，我真的觉得它是可以完全取代你的笔电的需求的。然后因为它的整个体积就是适中的，就是不会太重，也不会太大，所以我觉得今天不管是男女，你外出使用它，我都会觉得是非常适合的。好的，再来呢，它这个 S Pen 它是这样可以磁吸，然后你除了吸在这边以外，你也可以携带侧边，就是非常的方便。那它这个 S Pen 真的很好写，我好喜欢。我跟你说，如果你平常写字你喜欢油性笔的话，你就会跟我一样喜欢这个 S Pen。给你们看这个笔头，它这个就不知道怎么讲，它写在上面的时候是有那种油性笔带到那个纸上面的时候，会有那种微微的一个小小的声音，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就是。你没有听到吗 ？ASMR 部分，这个 S Pen 真的非常的好写，我真的好喜欢这个 S Pen。而且就是如果你用 Samsung Notes 的时候啊，它会发出一个很疗愈的声音，你们听到？是不是超级无敌疗愈的？来写我的名字给你们看哦。我跟你们说，你们有机会一定要写写看，这台的笔真的是我使用过最好用的触控笔。这个 Samsung Note 还有一个很方便的地方，就是它旁边就是会有个这个漂浮的东西，所以不管你现在开着哪个页面，它旁边都有这个，那你就可以直接写建立笔记，你就可以直接开始写东西，你知道吗？然后另外它那个多重视窗也是我非常喜欢的，就是你今天工作的时候，有时候要看着这个资料边去。就是算某些东西，或是你要看着这个资料边去打一些东西的话，你都可以直接双开，所以非常方便。或是你今天就是上班要偷懒，你就偷偷把那个就是跟男朋友的 LINE 就是开在小小的在旁边，然后偷偷聊天，那别人经过也不会看到你在偷懒。然后呢，还有它这个荧幕真的就是眼睛看起来非常舒服，而且它就是不知道什么会让整个画质变得更高级一点，就是更清晰。然后就算是我把这台平板拿出去，就是太阳很大的地方，它那个智能调节的功能，就是会让你的荧幕就算是在大太阳底下，还是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一切。我觉得太厉害了。再来呢，就是他们这一次首次的有IP68 的防水防尘的功能，所以呢，你就算手再残，你就算再粗心大意，它这个超强防护，就是你不小心掐倒水之类的，你都不用担心你的这台机器会坏掉，所以手残党感到非常的安心。好，那现在呢，如果你购买Samsung Galaxy Tab 的 S9 系列，就是他们最新的这个系列，你只要登录就会有送优惠，然后呢，你还可以有 Good Notes 的免费试用一年，我觉得超赞的，我觉得可以免费试用一年，是一个非常好的小福利。今天差不多我们就分享到这边，希望大家喜欢今天影片。那如果你们对这台平板有兴趣的话呢，我都会把所有的优惠资讯都放在资讯栏，你们都可以再下去看。大概就这样，希望大家喜欢，因为这算是在我的频道上蛮特殊的一个主题影片。就这样，我要继续来工作了，大家拜拜。My name is Li Ming. What's yours? I know that's 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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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a. Hua. 再见，再见。你，你。What? 李明，李明叫。Huh? 叫再见，再见。李明。我叫李明。你呢？
你什么什么什么？我叫黎明，你呢？名字。再见再见，华华能能张张能。我叫黎明，你呢？哇哈！张明 eats rice. What do you eat? I think I know this one. 张明吃华。No. 华。再见再见，名字名字吃饭，名字名字吃饭。I don't know what any of these actually spell. Yeah, I know. So I have、But、to hear it. You hear it. So, 张明吃饭，你吃什么？嗯哼。Jet, broken house. Broken house? Okay, one more time. So this is TF, b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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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t.Broken house. Why is that a broken house? I don't know. That's a house that's a broken house. You need to connect this.、Huh? It's not separate. It's not an F. Okay, it is an F, but you need to connect this. T, F, boom, boom. Right. Then b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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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om. Yeah. And then...Broken house. This is what people are getting tattooed when I'm famous. First person to tattoo this, I'm sending them $500. You sure? I'm paying for the tattoo, I mean. How do you say $500? 500元。五百十元。五百元。五百元。Do you remember how to write it? 五百元。五百元。Is that 五百元? This one. 1, 2, 3, 4, 5. 五。Wow. 五。Oh, then I know this one. 五。十、huh? Right? Is that what you're trying to say? No, that's bai. Huh? That's bai? That's 十五百五百 Oh, I know this one. 七What else can you write? What is that? 我 This is 我 Yeah, it's 我 Okay.First person to do this gets this or this, and wo will pay ni. Okay, very easy. Okay, last word. All right, wo wo.That's pretty good, huh? Mm, pretty good. I thought you wouldn't be able to make it. This is 我 pays equals 你 and then $500.